进化歌你要不要唱？唱。那明天就上了，你背起来吧，背。我记得那时候有江玲啊、王子雷啊，你要不要帮忙打歌？好。但他们就会说，唱八点钟有什么了不起？只有红几首啊！我就起来，我要问他吃饱没。我妈就把我压下去，说：“你给我坐下来。”在人间。